看来我们的明星队好像有一点稍稍的在喘喽，而且像我们主持人玉哥他这种肌肉棒子哦，会比较容易喘。暂停，暂停，暂停，暂停。白队喊了一个暂停了，看来是为了休息而喊的，不是讲战术。相当明智。已经撑膝盖了，第二球就开撑了，受不了。基本上我们刚刚串联的传导都还不错。對對對，他们也吃过了我们几球了，其实也还好，没有那么多。然后他的第一步已经比我快三步了。张庭湖都没有喘，他其实喘在心里。我们想要帮他。如果与其聊聊就是篮球这些东西，不如聊一下等一下要吃什么晚餐。火锅怎么样？火锅怎么样？好，比赛呢，上半场剩下不到三分钟。请问一下，解说员本身有带球裤跟球鞋吗？今天可能没办法。又有救命啊！高，比赛开始。哎，你来干嘛？加油，加油！喂，我赌你进不了啦，进不了。哎呀，黄汉生投进了一个三分球，好，比分来到了10-6。打我，打我，打我！这边是白队的一个传球失误啊，我的，他没接到，我有点伤心，因为那球其实是很漂亮的走位，开后门，对对对，开后门让他直接跑，可我们眼神没有对到，所以他。可能第一时间 没反应到球往哪跑了，没事没事。陶宁，底角三分线进。哎，没事没事。教练骗人，教练刚刚说他不会投篮，有镜头在拍，不一样。12-6。上半场的比赛现在即将来结束，黄汉生三分线，哇 ，nothing but net。明星队看似有点紧张，张庭湖会不会跳出来解决这个颓势呢？没事没事。乔宁掉，几乎是把庭湖给守到一个无法出手。摸到摸到，大飞底角出手没进。哇哇哇哇哇！乔宁过了张庭湖，抛投没进。汉森拿球，哎，差一点过了大飞，哇，吓我一跳，差一点。这应该是球出界，他的一步，救命啊！他们的第一步，我跟你讲，他们第一步就 biu 就不见了。白队的球，小玉拿到球，假动作一个，对到黄汉森，小玉转身过人，传给大飞。拨给张庭湖三分线，出手，断烂哇！你的，大杯插板得分，继续打汉森就好了。明星队要加油啊！这分数是一半了，我们张庭湖14-7的分数。哇哇，曹佑宁教练拿了两分，我的错，我的错。看来待会这个老杨教练真的要换球衣来帮明星队了。16-7的分数，张庭湖对到黄汉森了，八号过八号得分，继续打汉森就对了。汉森传给佑宁，三分线再来一颗吗？选择切入，得分，哇，精彩！教练他是不是听到你的话生气了？南山高中现在开始上了一些强度哦，自己打自己打。张庭湖再次对到我们汉森，会怎么样打这颗球？哎呦，球被拨了一下，再次把球拿回来。庭湖传到给小玉三分球，晚了一点。跑到头，汉森拿到球，对到庭湖，跨步出到三分线得分，哇！好了，招牌的进攻手段，现在三分。分数依旧是明星队的两倍，19-8。张庭湖三分线，转来，
找你，打翻了、欸，切入，裁判这个持球的，对啊，就翻球，裁判都不吹，这个持翻球，翻球，看来敏哥，敏哥跟佑宁的感情应该是相当不错、哦，可见也是受到曹宁的照顾哦，哎呀。大飞一个急停跳投得分，最后七秒，大飞还是不要玩乐团去打球好了。四、三、二，这场比赛即将结束，刘根浩最后一球没进。好，上半场结束，这个比数是20-9，由我们的南山高中呢暂时领先。下半场等等就要开始了。一人对这三名，你觉得对谁的印象比较深刻？我觉得大飞吧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看起来应该是他最弱，但他今天得分算最高，他很多切入，很多就刚刚讲的战术，要打 mismatch 打汉森，他在里面就吃了两球，他又投了三分，是我感觉比较意外的。意外，我觉得应该是玉哥，对，玉哥有一点那种领袖的那种特质啊，在场上算是一个很好的结合剂。因为其实你看庭湖真人版流川枫嘛，我刚刚比赛之后一直提到，他就一直不太讲话，感觉跟队友的沟通比较少一点。然后大飞感觉是他要利用一些言语啊去影响对方，对。那玉哥就是在中间，这个是要去把这两个人兜在一起的感觉，所以我觉得玉哥的角色非常重要。下半场啊即将要来开始啦，上半场呢真的是有一点。五个字啊，惨不忍睹啊！目前的比数呢是20-9。焦灼会死。下半场呢是我们的超能力追分赛，顾名思义呢有我们的超能力追分卡。那呢一共会有6项的这个追分的道具哦。那我们现在要先来邀请我们上半场落后的这一方明星队先来抽啊。哎、欸，这是对我们还不错哎、欸，因为其实抽到这个能力，有可能会降低他们的人数，或是给他们一些难度，就是机会命运的意思。对对对对对。但是也不要高兴得太早，看谁进攻了。来，先来抽卡，大飞上吧。你啊，好啊。一直以来，我对于这种偏财运，就是你知道没有把握。抽到什么？野兽怒吼。哎呀，野兽怒吼是我们抽中的队伍呢，只要自己的队伍得分，就要怒吼。要超过130分贝才算得分。那我们是，我们都已经输这么多了，我们还要怒吼？所以我说这不一定是好的帮助啊。会不会我们都根本不需要吼？也有可能哦。不要说这种泄气话。哎、欸，但是我觉得这对你们来说小 case， 因为玉哥跟这个大飞都是乐团主唱，轻松啦。哦，那也是几年前的事。来吧，来吧，准备开始下半场比赛。那、欸、由我们的白队来率先进攻哦。其实130分贝，相当不容易啊，蛮高的，算是蛮高的。有，当然。下半场开始。好，给我们一个传球给到张庭湖。三分进。好，啊！非常的一个擦边球啊，压线过分啊，好过，刚好过，压线得分，压线得分，130.2，差一点这两分就不算了，我跟你讲，差一点点，好，一下子就来，好，追了两分哦，我们根号上篮轻松，好，现在是两波的进攻。接下来这一球结束之后呢，要换南山高中，犯规犯规，很明显，太明显了，哪里犯规？老师，一点记住，老师哪里犯规？老师哪里犯规？直接点他手，这太明显了。没有，老师我没有点到，没有，老师我没有点到。拉回去，拉回去，注意注意注意，敏根这里可以吹踢的哦。对啊，注意啊注意，大飞差一点失误。这边传球失误，刘根浩，哇！我也抽到线，你呢？来来，我们秀给镜头看一下。恭喜抽到我们的曾文鼎长发，恭喜！对，佑宁。戴上这个头发算是有一点渣男的味道哦。佑宁，我可以戴一起，佑宁可以哦。好了，好了，回到佑宁可以哦。
三波进攻之后呢，这个也换我们明星队抽卡，佑宁就可以脱假发了哦。好，白队的球，大概是打他，玉哥率先拿到球，张庭湖三分线。完了，大飞抢到篮板，差点传给长发的，又犯规了，犯规了，哨音出现，犯规了，哇，这样也是，吹的是一个根号的犯规，哎，赶快，赶快，自己啊，白队球，自己，打他，打他，哎，张庭湖切入，差一点，差一点得手啊。What? 哇，这个非常漂亮的 step back， 汉森短了，曹尼在拨头发。哎呀，打到我们这边来了，小心小心小心！没看到，现在还没一球嘛，还没一球，还没一球，还没，还没，差点把记录卡给拆了，加油加油！华汉森持球，走步了吧？走步为例，对不对？真的真的真的，进步。看来敏哥未来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执法裁判的行列啊，非常会打他打他打他。大飞运球切入打曹佑宁，好，中距离吃掉。来，怒吼！哎，怒吼怒吼！哎，不是换了吗？整场整场。129.2。要重新吗？这个得分不算，这个得分不算。好，接下来由我们的这个长发曹佑宁再投三分啊，可以投。对，根号三分球，太大力了。哎、欸，曹宁，看来长头发应该是真的有影响到佑宁的视线了。漂亮的切入，哎、欸、喂，这是啊，这是张庭湖，129.7，完蛋，这球得分不算啊，103没有想象中容易耶，连续两球都。因为刚刚这个分贝都没过，所以都不计球数，还有三球，还有三球。大飞中距离投射没有，再拨给队友玉哥、欸、上来一个 lay up， 哎呀，没有把握住。汉森传给根号，根号打算自己投掉，没进。投，看来明星队这一场真的，哎，差点要说他没有调整过来，直接被三连火锅、啊。曹宁欧洲戴假发还是有差别，还不习惯造型哦。哎呦，小玉非常漂亮的一个 ，No looking pass， 传给大飞，129.9得分，又没得分。大飞刚刚这一个已经是一个金属式的吼叫，哇，还是没有得分，这难吼。原来这难吼，在我们超能力追分赛，重点不是球技啊。是玩游戏的能力，好，被我样要好，还是不算积分哦，还给刘根浩上篮，这是一个放枪，张庭湖三分球，分球，投了投了，好，大飞，恭喜大飞得分，长发还有几球，长发还有几球，还有两球，还有两球。好，大飞下半场算跳出来，为了明星队争点面子哦。刘根浩三分球的投射，差一点。大飞拿到球，差一点被封堵。小玉拿到球传给大飞，再找给丁虎，回到自己身上，过了黄汉森上篮，漂亮。是。玉哥要来分贝器。啊！130，恭喜得分！明星队这个三个人的岁数加起来已经超过100岁了，还这么拼命，真的是非常厉害。第二球，华汉森拿球，哎、欸，这不是两队运球了？没人守，翻球，前面先翻球了，翻球，这边是一个翻球为例，要被插了一个机了，对对。22-13，
张廷湖三分球完了，大飞 no looking pass， 张廷湖上篮没有成功，曹佑宁非常飘逸的切入哦，头发非常飘逸，头发都掉了，赶快赶快，不管不管，目前。小玉一个 step back 三分，两分，相当漂亮啊！啊！129.5，完蛋，这两分没得到啊！他已经少得了四分了，分贝器没过，啊，好难过。红队球，还有一球要来托甲宝抽卡，套子拿掉。刘根浩要来 low pull 张廷湖，得分。啊，你的高举高打，我不要再碰那个东西了。由我们队长小玉呢来抽卡，四分了，被抽到哪一个舒服的？好吧，好，一定要，一定要。老师，这个窦文权在帮的，这个分贝抽到什么呢？小皮球香蕉油是什么意思？哇，这个难度相当高啊！抽到当下呢，篮球变成橡皮胶球啊，橡胶皮球啊，这个到底是哪一个？橡胶皮球，不好意思，口误。那现在白队呢？进球之后依然要来执行分贝器。来了，紧急一下，不会紧张了。啊！皮球的弹力太高了，刚刚小玉上篮没有得分。刚刚汉森居然想要单手就来投三分，要扣分，出界扣一分，来也要扣分啊！南山高中扣一分，违例啊！22-13，可以运，可以运，张廷湖三分球投的还算不错，但是没有把握住，传回给廷湖，给到大飞，篮下得分，分贝器进的，还在哦，生物区，呀，这应该有过，129.9，没有过，差0.1，有时候命运就是这么捉弄人，目前还要三球才能重新的把球换回篮球。队友抢到球，出界，完蛋了！明星队这是要 pass 到，好，红队播出界，对，红队播出界，威力要扣一分。哇，这个谢敏根算是完全的发挥他被明星队贿赂的效用啊！来来来，白队张廷湖差一点来个扣篮呐！廷湖要来接受分贝器的挑战。恭喜得分，哦、得分了。好，现在是一球哦，无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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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比分来到了21-15。哎呦，比赛现在很焦灼，传给到曹佑宁定板得分。南山高中要来抽卡，这一球谁会来得分呢？小玉，刚刚是一个巧不球的传球方式。传给这个我们的廷湖，哇，出界违例了，出现了这个白队的违例，扣分。对对对，场上的球员也展现了运动家精神哦。第一个冲过去的是汉森，相当敬佩。我们也想啊，只是冲不到。红队球，哎，违例，这是一个红队的违例。出界白队球，白队球，来来来，比分来到22-14。暂停暂停。暂停出现了，暂停暂停暂停，白队喊暂停，看来又是要来休息了啊！有了他想到方式，哎呦，没有，这一次有一些战术的讨论。我们配合球权，我们一直把就是做到底线的时候，那把球砸，那边出界他们就扣分。哎呦，哎，廷湖真的是老狐狸啊！因为那时候张廷湖好像忽然听到什么违例什么，还什么出界，反正他们只要失误，他们就会扣分。然后张廷湖就忽然间想，就想说，与其我们追分，我们还不如让他扣分。真的太奸诈了，抓到该怎么去让对方扣分这件事情，廷湖了不起，嗯，